你们还在吗？你好，未来的王源。现在的你是不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？是不是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呢？是不是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呢？有这么多人支持你，还有这么多的动力，然后各种各样的逼迫你不懂，然后而且自己走上这条路也是辛苦的，就是自己跳挖的坑，自己挖进去的。未来的粉丝们，不知道你是刚喜欢我，还是陪我度过了永长的青春，都感谢你的存在，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感谢生命中有你。遇见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。
就是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努力，来迎接未来更好的我。感谢每一个在我生命中存在的你们，谢谢。そこには辛いことに泣いた私がいるけど、その涙を優しく思い出に変えてください。